菊宝宝，要不要讲一下你们为什么来到这边？为什么要这样来呢？要啊，我为了我们权益啊，是吧？不能让这个老板把我们钱吃光光啊，对吧？哎，那你们是从哪里来？这是什么团体？哦，苗栗头份。苗栗头份啊、哦哎，是什么？是华工，是华龙的。罢工三个多月。一天，一百天，我们徒步百里，罢工一百天。来唱歌吗？啊、哦，就是上次从苗栗上来的这个地方。啊、哦，从团队来的。睡海达格林大道，睡了一个晚上。了解，好，谢谢。改装，改装，已经到钱了。